因为在微博上看到关注了的人发这个，然后觉得很可爱，然后很特别。我们一开始是想做咖啡店，又觉得哎，如果可以有残疾人在这边找到工作非常好，抱着这个想法。我们最大的一个转变就是在跟残联聊完，发现他们有专门的职业技术培训学校，并且聋哑人都很适合做咖啡师。现在一想，原来他们都需要一份工作，所以我们就把它变成希望能够帮这个残疾人咖啡师能够开更多的这个连锁店。我觉得这是社会上对聋哑人一个很大的帮助，我觉得挺好的，我希望这样的店越来越多。全视频呈现上海。